呀呀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喜欢这个吗？你喜欢这个吗？我要这个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多拉美，对 ，A 美。 哆啦美，赶紧的吧，然后我们排个顺序。这个题就是，如果答对了，大家就是哆啦A梦的造型；如果答错了，大家就是第五关的。第五关是啥也不说，还不说。对对对，第五关。第五肯定老惨了。对，我们第四轮的游戏叫做接力赛，啊，就是我们五位成员当中选出一个成员站在一边，然后两个人手握着手，然后依次传递这件 T 恤，50秒内，最后一个成员穿上就算挑战成功。 穿过来还得再穿回去，啊，穿回去啊！这手先这手怎么套啊？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。诀窍是？没有诀窍，就硬拽，不管我们的肉身。有。还确实是我是够呛，我够呛代表狼也够呛。太小了，那会勒出你的腰条啊！来，你先穿上去。 陈俊穿就小，对呀、啊，他穿都小，我们怎么穿呀、啊？你试试看嘛。你们看一下朗朗哥的表情，又是那种第一期看到我的造型的时候的表情。<笑>我不想要机器猫了。<笑>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你俩脑袋是不是这样？顶着，顶着。Round one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哇，要要要要！ 哦，这么厉害啊！哇，来你了，到你了，手伸直啊，手伸直，眼睛也直，手伸直，手伸直。有了有了，别动啊，别动，你别忘记你找一下吧。直男有点太直了，来来来，好，我先跳投啊，好，来，胳膊伸直，胳膊伸直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帅的，没成功。 时间都到了，要回去，咱们得快点。别把我们当人，别把我们当人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刚才有个问题，我会先扒拉头过来，然后赶紧把手伸直，行吗？程程，你第一个这个别住了，我就拉不过来。哦，好。那我对不起了各位啊。速度。我先试一下啊。 你是等于说拿它去撞是吧？撞钟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三手。你的手。你的手。世界上最贵的手，我的天。哦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走走走。 你得找找，你得找找，你找找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头，你太高了，我还是回来，回来，自己，你刚才好像无脸男哦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 失败了，我们一会儿直接带大家到第五个房间领取那个衣服了。来，咱们一起喝口畅气，轻松一点。来，喝口畅气，轻松一下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 好嘞，我们一起到最后一个房间取衣服吧。这多么恐怖的衣服啊！一看就是刚才那件黑T恤。<笑>